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嗯，今天我们跟姐姐妹妹一起在这边拍一些花絮啊。现在这个摄影师在这边拍，我们准备拍微电影呢，试一下看看怎么样啊？大家期待的话可以点点关注，点点赞啊，我们会拍出来了给大家看。OK， 你们现在一个镜头要拍好几次的他们。我说开始就走啊。走吧。可以，这次配合很好。一枪过，一遍过。往下走，再走，再走。还要再来。一下的。还要再来。可以哎，好玩嘛，好玩就行。换过来，换过来，对，要妹妹牵着姐姐的手。一、二、三 ，Action， 走走。永远不要看这儿，永远不要看这里，不要看镜头，看哪里？走路往哪看？看路嘛。哦，看路。你永远不要看镜头。啊。不要看镜头，看路。这边是黄建湖，我们在黄建湖上拍。这里以前拍过一个很有名的电视剧，叫什么？叫什么？以前就是我们两个来过的，越南很有名的一部电视剧。啊，你不记得那个以前有一部很火的？哎，你忘记了啊？算了，大家知道吗？以前这里拍了一部很有名的。大家欣赏一下黄建湖的风景啊。看路来。好玩吗？太假了！你太假了，妹妹。啊，鸟！好多的，好多的，好多的。现在取景。说话说话，就是刚才那样说。对，背景取背影啊，现在。吵架的点，你俩。不要说普通话，看着干样子，然后就生气，就好像有什么事两个人不统一了，就开始吵架。吵架了，吵架以后呢？干样我顶你了。嗯，说越南话就好了。完了，你挎着他这个胳膊。啊，现在你挽着他的手。你挽他，挽住啊。挽住，对。完了。你就一甩，哎，吵架了，两姐妹拍这个剧情了。来，这样，这样式你就一甩，是吧？来，低上低落怎样？你别那什么，就是别刻意的，就这样式的，这样。哈哈哈哈哈！就这样式的。现在拍吵架剧情了，家人们。不能乐啊，一点不能笑。不能笑，要生气，知道吗？说越南话就想说啥你俩随便，只要是吵架到时候能对上就行，因为我要有字幕啊，是不是？没有个，到时候吵架能对上就行。你话题也就是换个，你翻译就是一个中文呢，就是翻译成中文就是说，你为什么要这样？完了你说，你之后也就是说你感觉，完了你说你这样你小你不可以这样的，完了不可以这样，我不用你管。不用你管，不要你管，一甩你就走就行。OK， 好 ，Action， 准备。但这个呢，要进门了。再降一降，再降一降，就是话太少。说多一点话，再吵架。对。OK， 来 ，Action， 再来一遍。好，我们还放一个这个，好，来，再来一遍，说话吧。他说什么？又笑啥了？他说什么？他说什么？他说姐姐来偷我钱。不能说这种笑，你说偷他钱，你这个人。他还没跟我说。后期有字幕的。对，有字幕的。你说这个。跟你说的话对不上，要懂越南语的，不是他。要讲正常一点的。这个女孩想偷钱的问题。想偷钱肯定要笑场了。来，重新。重新用余光看这个点啊，到这个点之后就停啊，不用看摄影机。
生气，情绪严肃，准备 action。快点！慢一点，兄弟。让他说想好说什么。不要讲，等一下他就又偷什么东西。不要讲偷钱，偷钱容易笑场。你这个女孩，讲偷，明明，你是不是以前偷过他的钱？他说，因为只拿什么，跟我说钱我才生气。你喜欢钱对吧？对的，偷我的钱我才生气的时候。好，重新，严肃点。快点！一会儿光线不够了。对，没灯了。好。三、二、一 ，Action！可以了，第一遍，第二遍，你。好了好了，这边可以。你拍那个怎么样？看一下大家。哦，可以，他妹的表情可以。你为什么最后你他一走你又笑呢？我说他说完那个不要管我，他就很嫩了，但是他不考。我说快点快点，他再说。你看你，你看你最后你这个笑，最后不笑很好，但是把不笑非常好，我看够不够啊？够了够了，笑一点点也没事。咱们坐吧，哪边停？简单，后面哪边停？后面这边管。镜头。他妹妹怎么样？厉害、啊！他妹妹可适合演啊。对啊，以后多给他安排点。啊，你妹妹适合当演员，你跟他说一下。以后给你多安排点。对，要学一点基本台词，一点点中文就好了。他很适合演的。没有，越南语就越南语，之后配音有，你说中文也行，你说越南话也行。啊。反正你俩互相。配音的话，配中文字吗？台词是固定的，那当然配中文了。就是男女孩子说是吧？上面是。中文下面是越南语哦，可以了吗？最后来一遍，快点买，马上没灯光了，马上没有太阳了，加油！好，一遍比一遍好了。好，现在有点生气了，看起来。我就到紧要关头，你看这个是非常好，你看。你看你自己，刚开始很好。后面就笑了，不要笑啊！拍完电影，带他们来吃一个自助餐，河内最大的自助餐，好多人呢、啊。这里吃自助餐150块钱一个人，大概，大家可以来体验一下，海鲜、牛肉、羊肉什么都有，还有美女，还要排队。口罩，可以拿到号码？可以，但是要排队。要排队啊？星期五。哦，今天星期五，好多人。人好多。对，大家，这个是那个自助餐的名字，对吧？大家记住这一个就好了，想来吃的话，这个招牌。来几个福寿螺，越南喜欢吃这个螺，大家看一下。这边海鲜区，生蚝，我不吃螺，我来点生蚝。抢了半天才抢四个，再来一点，抢不过他们月月。哇，你拿这么多花螺。贵，来，我们再来点生蚝。一上来马上就抢没了，这个生蚝太热销了。啊，妹妹好勤快，拿了好多给我们。来，我们今天第一天拍电影，庆祝一下，干杯！干空杯，哎，果汁都没到、啊。来，我们仪式感要有，一木嗨吧哟，嗨吧哟，嗨吧稳。哈哈。来，
辛苦了，你也辛苦了，还有妹妹辛苦了，大家一起干杯，干杯，五、嗨八、哟、嗨八、五、嗨八、五。好，祝我们的摄影事业越来越顺利，好吗？云云也说两句，说，加油，妹妹，加油，加油。好，那今天我们的视频就到这里了。大家想看我们的电影的，还是微电影的，看看我们搞得怎么样？都是学习的过程中慢慢摸索，好吧？好，那今天就拜拜啦。口号，口号。笑看风云，说，一路有你，一路有你，一路有你。对了，拜拜，点赞，点赞，关注，关注，对，记得点赞关注我们啊，期待我们的电影出来吗？啊，开玩笑啊，就是微电影，大家期待一下啊，拜拜。